胖胖虎，贝贝灯，一只老鹰叫做 Eagle， 两只老鹰叫做两个。胖胖虎，天竺鼠姐姐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啊，浣熊哥哥，你怎么了？怎么看起来慌慌张张的？别急，别急，你先深呼吸，喘一口气，再慢慢的跟我们说吧。嗯，可多毛喵向我们发起挑战了。是什么挑战啊？他说要我们听完一首歌来回答问题哦。好，别急别急，我们先来听歌，等下召集聪明的悠悠兵团们来为我们助力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。好多朋友寄来了邀请函哎，哇，去看看吧。好耶！叮咚叮咚，你好呀你好，快请进来，欢迎你们来到泰国。在水上面多么神奇，出门不开车，记住要坐船。叮咚叮咚，你好呀你好，快请进来，这是第一次来蒙古吧。房子建在草原上多么神奇，出门会骑马和动物一起住。接下来去哪里呢？叮咚叮咚，你好呀你好，快请进来。喜欢巴布亚新几内亚吗？房子建在大树上多么神奇，树荫下乘凉，凉上又安全。叮咚叮咚，你好呀你好，快请进来。加拿大很冷吧？冰块砌成冰雪屋，我家做客。是不是有说到在不同的气候或是环境下会需要不同样貌的房子呢？没有错哦，像是以船为交通工具建在水上的房子，以骑马为交通工具搭在大草原上面的蒙古包，还有因为天气炎热所以住在通风凉爽大树上所建成的树屋中，因为好冷好冷，而且下着大雪，由冰块一个一个所建造而成的温暖冰屋。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先来试试看小朋友的表演能力哦。请问船，你们都怎么划船的？划船划船。好，紧接着，哎，请问你们都怎么骑马？哦，有人手手是这样交叉，哎，好厉害。天气很热很热的话，我们要做什么动作呢？我来看看你们的表演。那还有呢？如果很渴很渴，想要做什么事情？喝水。好，流汗了要怎么做呢？擦干擦干。哇，怎么那么厉害？那接下来换另外一个哦。如果很冷很冷的话，要怎么做？我们的暖身已经结束了，我们要来真正的考验了，你们准备好了没？好，看来小朋友都已经准备好了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接受可多萌喵的挑战，来玩我最会演连连看。请小朋友随机抽取造型图卡绑在额头上，依据对面小朋友的表演猜出自己额头上的图案，找到相对应的房子即可过关，过程中不可以说话哦，就让我们看大家能不能成功吧。
好，待会小朋友我们会到前面这边拍出你想要的图卡哦，好吗？现在要来点点名咯，好吗？先请小恐龙。好，请问你想要哪一张图卡？好，这张决定好咯，那我要帮你绑起来咯。咚。好，现在请到浣熊哥哥旁边。来吧来吧，请问你想要哪一张图卡？ OK， 这张吗？好，那现在要开始咯，那现在由你先开始，请开始比。是什么呀？有吗？你有记住吗？有答案了吗？有吗？有。好，先放在心里面。停。 OK， 那现在换小恐龙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是在跳什么？我不要哦，那是什么呢？有吗？你也有答案吗？有答案啊。有吗？有了吗？那现在一二三，慢慢找到自己的答案去。Go go go！ 加油加油！好，首先先问问看小恐龙哦，请问你选择的答案是什么房子啊？这个。这一种是不是树屋呢？对。哦，要在最高点。所以你的答案就是树屋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请问他有答对吗？有。图片是什么？太阳，太阳，所以你有答对吗？有。那接下来换另外一组小朋友，请问你的答案是什么房子呢？在河流上面的房子，对不对？它需要的交通工具是什么？船。好，那你现在把你的头上的东西拿下来，看看是什么？船。请问他有答对吗？那接下来换另外一组小朋友。请开始。嘿，哦，感觉很像在挖土哦，是吗？哦，有喂，有吗？小牛仔妹妹，你心里有答案吗？好，那现在换我们的耀耀。扇扇风的感觉耶，是吗？有吗？你心里有答案吗？有想到等一下要跑去哪一个家了吗？有吗？有吗？都有想到要跑去哪个家了？好。那现在我们赶快找到自己的答案。Go go go！ 你选择的答案是什么的房子呢？树屋。是树屋？为什么是树屋呢？因为很热的天就是住在树屋。所以你答案是太阳吗？赶快拿下来看看。是吗？是吗？噔噔噔噔噔噔噔！哇，你有答对！请问你选择的是哪一间房子呢？是在河上面的房子吗？哦，所以刚刚耀对你表演的动作是什么？你可以表演一次吗？哦，是在划船。好，那你赶快把你头上的，有答对吗？那接下来换另外一组小朋友，这个由你先开始。是这样吗？你对他比比，你对他比比，是吗？那你有心里有答案吗？等一下会找到自己的家吗？会哦。好 ，OK OK。那现在换星期三妹妹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哇，跳跃的感觉，跳跃的感觉，你有答案吗？那接下来赶快找到自己的答案。No。请问你选择的房子是哪一间房子呢？冷冷的时候会怎么样？冷冷的，所以你的答案就是冰屋。赶快把你头上的提示拿下来，看看有没有答对。哦，请问有答对吗？耶！请问你选择的答案？蒙古包。哦，为什么会选择蒙古包呢？因为他刚才表演的是什么交通工具呢？马。哇，那其他的小朋友，我们来一起大声告诉他好不好？请问他的答案是什么？拿下来！大家帮他掌声鼓励。接下来我们要派出悠悠小兵团，我们的小班长请出列。马上就选择这张图卡，没有问题。究竟会是什么呢？小班长，你今天的对手是碰碰虎。那我们请碰碰虎抽出一张图卡。哪一张？这张。好。
的，那我们请碰碰狐到这边准备。请问碰碰狐还有小班长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好的，好的，那我们请小班长开始表演。哦，这个动作，看到小班长做，是这样吗？碰碰狐也在学你，他在想。好的，碰碰狐有答案了吗？有有，就是这个。碰碰狐好像有信心哦。我们请碰碰狐开始。有答案了，对不对？对。OK， 那现在请两位出发去找到你们的房子吧。出发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他们好像很有默契，找到这一样的答案呢。那先来问问看，小班长，请问你的答案后面是什么房子呢？雪屋。雪屋？为什么会是雪屋呢？因为碰碰舞刚刚表演什么？是什么？很冷。很冷。所以因为很冷，要住在温暖的雪屋里面，对不对？哇，帮他拍拍手。好，紧接着要来问问碰碰狐。请问小朋友，我们一起大声的帮碰碰狐说出来，碰碰狐选择的房子是哪一间房子呢？雪屋。哦，答对了。因为刚刚是不是小班长做了什么动作？揭晓答案了，我们一起从一数到三，一起数，一、二、三，嘟噜，耶！哇，你们很有默契耶，那也一起握握手，让他们掌声鼓励。今天的任务完成，挑战成功。小朋友，你们今天玩得开心吗？开心！哇，也谢谢你们的帮忙，今天的挑战才可以顺利完成。收集到一枚房子徽章了，那么今天的碰碰狐看世界，好多朋友寄来了邀请函哎，哇，去看看吧，好耶！叮咚叮咚，你好呀你好，快请进来，欢迎你们来到泰国。叮咚叮咚，你好。快请进来，这是第一次来蒙古吧？叮咚叮咚，你好呀你好，快请进来。喜欢巴布亚、辛迪内亚吗？叮咚叮咚，你好呀你好，快请进来。加拿大很冷吧？欢迎来我家做客。愚蠢的驴子。有只驴子天天都要驮满满的行李。有一天，驴子背上驮着几袋沉甸甸的盐过河。哎呦，今天的货好沉啊！
一不小心，蹄子一滑，驴子跌进河里。妈呀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驴在河中挣扎，好不容易才站起来，可是他大吃一惊，原来也被河水融化变轻了。驴子很高兴，哦，原来在水里泡一会儿东西会变轻啊。驴子知道这个秘密后高兴得不得了，不久驴子又搬运东西了，这次驮的是棉花。还好今天的东西不太沉。前面又是那条小河，驴子看到河，想起前几天的事情，便故意一滑，摔倒在水里。这一下东西应该变得更轻了吧。驴子故意在水里多待了一会儿，很缓慢地站起来，可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怎么背上的东西变得更沉了呢？原来愚蠢的驴子不知道，棉花吸水后会比那几袋可怕的盐袋还要沉上好几倍。拍手变出兔子来，前面拍拍，后面拍拍，拍拍手就像接力赛，举起双手跟我拍拍拍，唱歌跳舞一起拍拍拍，开心拍拍，伤心拍拍，拍拍手变出妈咪来，你爱拍拍，我爱拍拍，拍脚时常会炸开。时刻会装可爱，买西瓜要记得拍拍拍，小心蚊子快点拍拍拍，举起双手跟我拍拍拍，唱歌跳舞一起拍拍拍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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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悠悠妹，你们知道要怎么样预防肠病毒吗？老师说要记得常洗手。那你们知道洗手的五个步骤是什么吗？我知道，是湿、搓、冲、捧、擦。湿，用清水将双手完全弄湿。搓，抹上肥皂，手心、手背、手指搓洗至少20秒。冲，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干净。捧，捧水冲水龙头后记得关水龙头。擦，用烘手机或擦手指将双手擦干。大家要记得常常洗手，才能远离病毒不生病哦。小朋友，那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升到升到，大家快来集合完毕，各就各位，准备现在出发，出发，巨军我们来了，嘿嘿，我最爱升
上的食物。Yucky bang bang, yucky bang bang bang。最讨厌洗手，脏脏的最好。Yucky bang bang, yucky bang bang bang。细菌们准备占领世界喽！肚子好痛，肚子好痛，怎么这么痛？好难受，发高烧了，现在就要上厕所。怎么会这样？哦不，你们食物中毒了。吃饭前小手洗一洗，搓一搓洗干净。煮饭时食物煮一煮，一定都要煮熟。不好，发生了什么事？细菌泡泡别想逃跑。 Yucky bang bang, Yucky bang bang bang。 全部冲走，洗洗干净，我还会回来的。今天的画画魔法又要画什么有趣的主题呢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。线条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咯。红橙黄绿蓝靛紫，好多颜色，小朋友一起想想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？享用各种游戏活动吧，立即免费体验喽！